过来。你们到哪去？石榴沟。走进去。看病。他是谁？我男人。他咋了？哎呀，你说这人被喝凉水都塞牙，从崖壁上给摔下来，把腿给摔断了。他上崖壁干啥？找羊。娃是你的呀？那我还能带别人家娃吗？对不住了啊，石榴沟住了部队，我们得收查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平头老百姓有啥可？少啰嗦，搜！哎，老总，包里装的啥呀？包里？哎呀，啥也没有，你看。哟，哎，大羊，这大羊可不行，这是要给我男人看病的。好吧，大羊是好东西。我说了啊，我也知道拿了他家银子不高兴了啊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枪翻的跟朱市长的一样啊。不是，这样我给娃喂个奶啊。站住，喂什么奶？糊弄谁呢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能有枪？亚龙，老百姓咋能不能没有枪呢？这路上土匪多多呀！土匪多，你还敢走？那你让我男人残疾呀？娃一口奶不吃，饿不死，先压龙师傅再说。走，等一下，你没娃呀？有意思啊！弟兄们连女人都没有，哪来的娃？要不你给老子生个娃啊？啊！生个娃！老总，兄弟们，你们打小谁没吃过你娘的奶啊？啊！你们饿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娘啥心情吗？你今儿就是毙了我，我要给我娃喝口奶。让开，让开！哎，老弟。你这从多高的崖壁上摔下来了？不知道。你傻呀，自己从多高的崖壁上摔下来你不知道？当时找羊一脚踩空了。找羊？有意思。哎，伙计，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可得小心。你还别不信我的话，如果你这条腿一旦真的废了，你老婆肯定要给你戴绿帽子。绿帽子戴掉了，这尤其这女人啊，是一山望着那山高。哎，尤其漂亮的女人。哎，你说呀，这武大郎要不是娶了潘金莲，他怎么能招来杀身之祸呀？他要是娶个歪瓜裂枣，保证他能活100岁。兄弟，既然石榴沟驻有部队，那我们按原路返回该行了吧？说的比唱着的好听，就凭你这把枪，就得把你们全部押回去。由我们的祝市长亲自审问，才能说放不放人的事。哎，你们那个祝市长是叫个啥？祝朴实。行了行了，把我们押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师部啊！去师部，找祝朴实。你认识我们师长？那是我叔。咱找你爷去啊！哎，不对，你们在山西，你男人摔断了腿，来石榴沟治病。我们祝师长是陕西人。哎呀，在陕西就是陕西人呀！我跟你祝师长都是陕西人，赶紧赶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哦。你们张浩岗，你俩跟我走。你坐好了啊，扶好了。
你们把人看好了，我去报告室啊。站着。报告啥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报告啊？你咋报告？报告啥呀？告诉祝师长，我乃贺桂琪之女贺桃花。贺桃花，啊。贺桃花。云秋。哎呀，累死了。云秋，你不是说革命党人杀了你的爹吗？而且这朱捕士趁此机会控制部队，他还要杀你啊！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再说了，我不是要给你看腿伤了吗？我再想办法。哎呦，桃花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可找着你了！你知道我这年找你找的多辛苦吗？你找我干什么吗？找你报仇啊！报什么仇？杀革命党人！啊！不，桃花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哎呀，一言难。哎呀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，这是我男人。这是我祝叔，我亲叔，快叫祝叔。祝叔，啊！哎呀，咋这么小声呢？祝叔，我男人因为腿受了伤，最近流血过多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所以没气力。你别怪罪他啊！祝叔，你当爷了！你看，这是我娃叫蛋蛋，你看长得浓不浓？要不了多久就能叫爷了。为啥到十六沟呢？就是听说十六沟有个大夫，专门治伤的，可好可好呢。我没听说呀。对对对，师长，我听说了，是有这么一位先生，贾先生。哎呀，别管啥真先生假先生，赶快去请啊。就说，我带了几十块大洋呢，今天啊，得请你好好喝上一顿。嗨，主要是我见着亲人了，我想把我这两年受的苦。跟你好好絮叨絮叨，瞒您说，我这苦啊，都能写成戏文了。姐，你知道我叔多能喝吗？以前他陪着我爸，从晚上喝到第二天天亮，那都不耽误操练。叔，我俩住哪儿啊？什么呀？住哪儿？住。啊。啊。啊哈哈哈啊！那。那就师部边上有个房子，住那儿行吗？行，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行。我可找到亲人了。贺桃花，想跟老子喝酒，那老子就给他准备一顿上路去。那他男人呢？男人，一起上路啊！哎，你别看他男人躺在车上跟个残疾人似的。那俩眼睛你没看见吗？贼着呢。让他两口子一起上路，也算老子对得住他们。那那个娃蛋蛋呢？哎，蛋蛋，送给当地老百姓算了。啥时候动手？你这人，上路酒还剩喝好的吗？你看你。对了，师长。我已经和蒋介石的第一部队联系好了，就等那边的回话了。好，咱们就顺势而为，谁能行，咱们就跟谁干。啊！贾先生，我男人这伤是严重不？不重，不要紧。虽然是贯穿伤。但没有伤到骨头，啊，贴上我的急服药，保证啊，几天可以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您啊，贾先生。不用谢，治病救人呀，那是我的本分。来，这样，啊，哎呀，多多多多多。
不多。不多。不瞒您说，先生，我是有事求您呢。我男人这伤势，我希望先生不要跟任何人说，他这是枪伤。想必先生应该知道，这军阀混战的，我们这老百姓日子不好过。而且我早有耳闻，先生是个大义之人，给穷人看病从来不收钱。医者医病，不就是救人一命吗？这有时候啊，少说一句话，他也能救人一命呢。老夫明白。所以啊，这钱您拿着。太多了。就全当我替那些穷人谢谢您了。拿着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谢谢啊，别忘了不高兴啊。您放心吧。好，谢谢大夫啊。乖乖的啊，听你叔的话。妈要去赴鸿门宴了。鸿门宴。就是鸿门宴嘛，你还记着西安围城弄粮食，那铁二是被谁打死的吗？就是被这笑面虎给打死的。当时他得亏是没认出我，要认出我了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哎呀，能活到今天已经赚了。今天呀，我得给他唱出大戏。那你见机行事吧，看命啊！走吧，蛋蛋，我奶喂过了啊。云秀，听哥的，就为了蛋蛋，也得保住命啊。哥这腿不争气，关键是我帮不了你。谁说你帮不了我了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你一条腿换了10块金砖吗？哼哼，爸爸看好啊。叔，我再敬你一碗。啊，哎，我这是喝第几碗了？三碗了吧？四碗了吧？来，他乡遇故人，祝叔我再敬您。等会儿喝，桃花。别呀，不叫桃花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改名啊，云秀。哎，这叫云秀，哎呀，可我怎么都觉得这个云秀没有桃花叫着那么顺嘴儿。真是叫叫就习惯了。那个桃花，我说你这更名改姓的，是为了害怕革命党人追杀吧？那革命党人号称是把咱这军阀要赶尽杀绝呢，你说我不改名行吗？我要是死了，谁给我爸我哥报仇去？啊，那你说你和你男人怎么跑到山西来了？朱叔，我这人呢，命苦。蛋蛋，哎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你笑了，就证明你妈妈没有危险，啊？哎，笑一个。奶奶，你妈到底？